智能手机的发展日新月异，消费者如今除了追求功能，也很讲究摄影素质。凭着影像、屏幕、续航等各方面的出色表现， Honor 最新旗舰的智能手机 Honor Magic 5 Pro 掀起抢购潮。民众一大早在营业时间还没开始前，就到 Honor 的体验店排队预购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旗舰黑马 Honor Magic 5 Pro 今天正式发售，拥有独家毫秒级鹰眼抓拍，再搭配 AI 超维动态捕捉技术、屏幕护眼技术和超长续航的高密度电池等等黑科技加持的 Honor Magic 5 Pro 智能手机，一登陆就赢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。开放预购后，民众第一时间就涌入 Honor 体验店抢先入手。我会预购这款手机，是因为主要是它的 camera 镜头，还有它的电池容量。So for 它的 camera， 是因为它拿了 DxO Mark 的第一名，然后我也本身来 Honor 店有体验了一番，觉得很不错。还有就是它的护眼模式，所以我最终选择了 Honor Magic 5 Pro 这部手机。它 battery 很耐用。不会像我以前的一些手机，我一天可能要 charge 个两三次，因为我很频繁用手机，所以这次我用了，那个手机的续航力很强，然后它还有那个护眼的功能，所以我长时间看这手机，眼睛也不会这样疲劳。我最喜欢它的 feature， 我这个 Honor Magic 5 Pro 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，因为我的人是很喜欢看 video。很长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feature 是对我来说很好。这部手机还获得评比机构 DxO Mark 认可，是拥有最佳相机和屏幕的智能手机，而大部分客户都是现场体验后直接下单的。作为一款 Pro 版的顶级旗舰手机，拥有 512GB 的大内存， Honor Magic 5 Pro 售价为4299令吉，给了消费者真正的诚意。现在购买还能享受价值超过800令吉的礼品。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浏览官网，或是到邻近体验店和授权经销商了解详情。